看看新闻网。就在悠长暑假即将结束的档口，两位迪士尼明星米奇和蜘蛛侠来到上海，引发了市民们的追捧。米奇这次来到上海，肩负着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为在此次米奇欢乐一刻互动体验活动中获得优胜的小朋友颁奖，并留下珍贵的合影。正值电影《超凡蜘蛛侠》在上海热映，而真人蜘蛛侠也十分应景的空降上海，吸引了市民们来到现场，竟想与这位漫画英雄零距离接触。